下一关，下一关，哎，哦，这么多人哦，对啊，慢慢取吧，观众也可以啊。那我取那个好了，取囚犯就好了。逃外、嗯，囚犯比较好找啊，很会逃。我在团团的房间。玩像素版 GTA， 不算吧？我觉得差很多啊，不差很多啦。GTA 没有逃狱、啊，但是响尾蛇对不对？对。响尾蛇是有什么地下蛇插回？对，哦，就有挖走就好。嗯，休息，拜拜。这么早？拜拜。太早了吧？很早睡啊，或者是美国时间、啊、哦，好，到这时间该睡了吧、哦、也是啦、哦、过美国时间还是过台湾时间，已经看到日出了，该睡了，嗯，该睡了，但是吃完早点再睡。怎么没有声音？有啊，有啊，怎么没有声音？到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个我们上次也是突然通关的。还有一个可以叫谁？我看看、哦、取名的时间比玩的还多，笑死。秋风，秋风，點點哦、好，秋风，好，明天断考，辛苦了。对，我们那还不赶快去读书？海那边，还在这边，海跟不要快乐了。好，我趁时间来把我的记录档公开好了，反大家都说我没上传。感谢999个七七七，哇，加一799，我接。哇，太多了吧！哇，好想要哦！啊，我要了！会不会有人画那种一块的火箭啊？一块火箭，假火箭，都要假火箭，小火箭。小烟火，我都要了，我都要了。好，好。所以早上六点刚报告，赶快睡啊！哦、睡觉了，可以挂台听着睡啊！我就不真的、啊。我点完名了。嗯，对啊，火箭也不能。是昨天雨月带我的那张吗？这就是在你介绍的那一张啊。他为什么在泽平的房间起来？兄妹嘛。哦，我讲一下哦。嗯，这关很多绿色那个、哦，看着。请进门。啊，箱魔，好多位置。我要翻哈基的箱子了。哦，哎，我跟团团同一间。是哦、oh, 哦、oh, ，我是跟泽平同一哦， oh, 我想说上下这样子吧。对啊，他是大家住同一间。嗯。要啊？对，怎么了？对，有人没点名吗？啊啊，是不是我没去吃？没点名，点名也去吗？点名，哦，是, 名哦是我啦，抱歉。哦，啊，你被咬了，再见。啊、要去那个了。泽平表示：“哦，又来！我要去削土豆了，再见！土豆王者就是我了。团团，不要在桌子上，团团下来，上面很危险。臭熊猫下来，熊猫喜欢爬高。土豆王者来了，加崩啊！快喽！噔噔噔噔，这个好像自由时间不多的一关，找不到。我们要怎么逃啊？”要挖地道吗？还是想换别的、啊？挖地道都要准备，先去读书好了。反正咱都要讀書，反正先读书就对了。在找书，住在这里，哪里？二楼吗？这里？哪里？几楼好不好？哪里？一楼吧，一楼。这里。这个人不太会暴露。我不太会暴啊。一楼，一楼，一楼。好，一楼，一楼那个大房子的上面。工作一定要去吗？一定要去看进去一下，打勾一下。嗯，感谢工作。小雨过头了，小雨过头了。对啊，我弄完了，我要去看书。哦，看书在这边啊！我说你过头了。哦。哎。妈妈，我现在智商又变低了。嗯。画指甲肥皂哦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所以我们要做铲子那些吗？店里面有提供哎、欸，嗯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拉开门进去吧。有铲子吗？我记得那时候是
好像一定会过安检门测啊，就是在上面吧，上面有一个房子可以进去是吗？对，不行，太累了，只好多休息了。感谢棒棒糖。啊，对啊，哦，大房子左边，大房子就是你们现在那一栋的左边。一楼还是二楼？一楼，一楼，在户外洗澡。嗯，哦，露天的哦，赞哦，露天浴室哦，车型酷哦。然后我们都戴着帽子哦，给不同分数，开吧。真的，很久人用快速级，就像刚刚那样子，第一天其实就可以，刚玩第一关第一天就可以直接，嗯，现在间就可以走，东西有找到就可以走。嗯，其实这关是怎样怎样走呀？就他说小雨给我出来哦，不是啊，我在旁边嗨来嗨去而已，要也要锻炼时间，好像在二楼是吗？哎，啊，不对，一楼，一楼外面，一楼，好像在浴室的上面吧。下面最次的都在一楼哦，下面吗？一楼下面。好，继续去看书。没体力，笑死！欸，是乱按体力会耗更多欸。会啊，会啊。可恶！想要乱来。有房子，有厨房。试试看嘛。太累了。直接洗完澡没关水，还在漏。我听到你要啊。哦，这个可以开那个门是不是？上面可以拉开啊。双人的，双人的那个，可以东西丢里面。自由时间。那你们的房子在哪？都一样在左边吧，我们的房子在左边，这边买不起。哦，你们的牢房，可以看那个啊，上有远，那看起来超远啊。嗯，那新观众到七十。快好了，我快读，我智力快够了。是要做什么？好远啊！啊，等下可以上去那边拉门看看里面的状况，有点忘记里面是什么样子了。它好像它有一个往下的那个，往下的楼梯。啊，差一点，可恶。嗯嗯，看来我是。哎，我差一点而已，可恶。电到多少？五十。哦，那你只要洗一滴水就出来了吗？冲一下就好了，冲个水。哎，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拿这个，我拿马桶塞。好了，我七十了，可以了，我走了。你怎么那么会读书啊？读好读满哎。那你们的体力都好够。怎么一直啊啊声啊？啊啊声！我刚刚在外面只听到有啊啊声。我们要上去看一下那里面吗？要上去吗？可以。哦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都打了你，我被挥到泽平，泽平过来。跑去打泽平啊？为什么打泽平啊？泽平跟你怎么了？泽平这一把又没事，你为什么打他？对啊，就不小心打到了，看到血好少啊，打一下好了。那是不是上一把的恩怨啊？你不可能看到人家血的时候揍人家一下。我听到啊了。对啊，我刚才就是听到啊啊声啊。好，欸，我们上上面看看好不好？走啊。等一下我找不到，我要怎么过去我们的牢房？嗯嗯。要从上面绕吗？小雨是什么颜色啊？绿的。你要先下一楼啊。对啊，我在一楼。一楼左侧 啊。他一定会过那个，是不是？一定会过安检门。啊，不能带。你拿什么啊？胶带之类的。那你就先放在这里，小雨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，我帮你拉，我帮你拉门。扛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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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起来，开起来，你进去，把它丢进去吧。你就直接丢地上就好了。啊。
哎、欸，我放不出来。啊，小雨没吃到饭。对啊，而且我放不出来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前面一格要空的啊，还是怎么样？这是空的。右键，把它放在第一格，按右键。阿基叫帮他找水果，你们就是从水果。你是点那个道具不行吗？找水果吗？阿基赢了水果。我去看怎么你一定很喜欢。去看怎么发。对啊，什么点不出来？点名时间，哎、欸，小雨点名，小雨。可是我东西丢不出来啊！等一下，啊！我觉得小雨来不及点名。我觉得我来不及点名，我觉得我要被通缉。又要被抓走了。土豆王就是你了。土豆王就是我了，反正我已经被抓那么多次了。土豆王者。等一下，丢东西。哦，鸭子啊，鸭子就可以了。算了，我已经来不及了。身为一个土豆王者，我要去削土豆了。我还出不去啊，土豆王！啊，被狗咬了。回牢房哦。嗯。我要去小土豆。Moco想打我。Moco。你为什么跟 Moco？ Moco 不能打人。你哪里惹到 Moco 了 ？Moco。长按。快点，裁判。Moco 打人啊！哦 ，Moco 在打，在打，打人。狗狗咬他，对，团团也死，团团也死了，团团也倒了。干嘛、啊？发现嫌疑犯，为什么我又被嫌疑犯了啦？消完了，消完了。长得很像啊？怎么了？不像，不愧是土豆王子。啊！我被拘禁了啊啊啊！你被拘禁，你不要跑到室外啊！你会死掉。捡门可以绕过，这个门绕不过吧？这个门应该没办法绕过去啊！这个门是不能走的。啊！工作！啊！工作！阿修，我只是拿着塑胶刀而已。好了，我要去工作了。你才刚工作完吗？你不是刚削完吗？是啦，是没错啦，我刚削完啦。可是，我们需要做铲子吗？还是直接下去就好了？进去看看、啊、哪里容易。好，我帮你开门，我帮你开门。我开你进去了。啊、哦，也行。先吧。对。这小土豆很简单啊，小土豆很勇敢，可以一边看聊天室一边笑。哎、欸，跳进来，来，我帮你开，这里应该可以按吧？按下去，按。我有一个任务，他是妙哈出的，然后说怎么按？然后、啊、你们要干嘛？按 你就按一，按住。哦，按住吗？他没反应了、啊。久一点。你们在哪里？他不没有绕没有啊？有了啊？没有，那是我了。哎、欸，啊，还是你要在这边帮我啦？还是我要在里面帮你啦、啊、洗澡啦，拜拜啊，洗澡再见、啊、我没体力啊，我体力是二啊，快出来啊，我没体力了、啊、先洗澡洗完澡再帮你啦，我们等一下洗完澡来救你哦、喔、我知道了，按一下我就不能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他会关起来啦。哦，好吧，你加油，我们洗一下澡哦，快点，好，我先下地下室看一下，我来，你赶快出来，你赶快出来，先出来啊、哦，等一下，我上去，等一下，我来了。熟悉的土豆最对位。好，我出来了。你拿违禁品在手上哦。你不要那么嚣张啊！收起来、啊。我没有，什么都没啦，杰克啦。这是塑胶刀。塑胶餐刀。塑胶。啊，对呢。塑胶餐刀。餐桌可以拿。然后我接到一个任务啊，是喵哈的，然后 他是要把哈基的任务丢掉，他把他的工作都弄到丢掉啊。对，看起来他们，他们真的是恩怨哪里都有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我不想干预啊。那所以假如要把哈基丢掉木工的工作，是要怎么处理？在他工作时间打他，让他不要去工作，骚扰他，就把他打到他不去上班。哦，好。走，我们要不要直接就上去了？哎、啊欸，你要解任务吗？等一下，我吃个饭。那就走啊，解得了啊？任务很难、欸。我被加班。我已经去过餐厅了。我已经好几天没吃到饭了。哦，这里怎么？开门，快进去啊！好，我们开着，你可以进来了。还有一个嘞，
来值班。啊，我来加班。你赶快过来，你赶快过来。好好，我吃两口，我再吃两口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下去准备，下去，下去准备，下去准备。好了，来来来来。楼上是不是？嗯，最上面。中央大楼，中央大楼的在上面一点。要带什么？不用带啊，什么都不用带，人来就好。人到就好。这我帮你拉吗？我带着手嘎德。下面门，下面门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有稿子啦，要做金稿啦。啊，按错了。里面是有金稿是吗？我帮你们开，我帮你们开。不能开，刚我不知道刚怎么开的。那我拉。好好。可以啊，这样就可以开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。我记得是这里有铲子啊，这里有一把铲子啊。这有铲铲。轻型铲。这样就可以直接挖了吧？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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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左键吗？有空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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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几把铲子够吗？你这几把铲子？不是，就只有一把铲子。几把铲子、欸？我记得前面还有，前面还有工具台之类的。还有啊，找一下。你们先挖，我们继续找。还是那里面那一只稿子要拿出来啊？里面哪一你说金稿吗？金稿啊，要啊。断了。来来来，断掉了。去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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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拿去拿去拿